剪纸与灯笼是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年节民俗。剪纸的历史悠久，早在唐朝就相当的普遍。在农历春节或是喜庆的活动里，窗户、门墙和家具上都可以看到剪纸的装饰。同样的，灯笼自古以来便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尤其是在年节喜庆的活动里，除了照明的功能以外，灯笼也带有光明、天丁等喜庆的意思。大至宫庙殿堂，小至家中厅房，常常都有灯笼的身影。看似不起眼的民俗技艺，剪纸与灯笼的背后却有着千百年来祖先的工艺技术与文化意涵。灯笼铺本来是要公休的星期一，为了赶制农历新年旺季的订单，店门仍然大开。老板娘林芬英则匆匆赶往灯笼竹编师傅的家里头催货。新旧夹层的鹿港小镇，寻常的街道里，不起眼的老屋内，年过七旬的灯笼竹编师詹娟独自忙着干活。寒暄几句后的家常闲话，不忘关心老师傅的出货进度。哎呀，要来看嘛，恁我的店安尼做会起来未啊？你看，嗯，啊，我看遐两粒大粒的伫遐，无辛苦我啦。七十来岁的詹娟是本地灯笼竹编的达人。破柴刀好身手，选做灯笼的骨架是韧性较佳的桂竹，一刀两半，扎眼没几下的功夫，几十公分长的桂竹利落地划开约二十条的竹片。去叫去迄落德山文工的人送了出去，啊，我煞叫伊甲买啊，啊买伊迄普通是长迄落，我就甲厝起来破啊。去开了吼，头也是去往家己落去剪剪的，剪拄好长啊。看我咱要做大脚、小脚，这中大，差不多偌宽？这哦，这差不多七啦。哎，啊那个中的上七八，上两尺厚。换了小刀，削片为条。灯笼的竹架材料，现在的鹿港早没了。只好请人从竹山买过来。竹材的选用，年轻一点，弹性好一点。年节将届，为了赶货，动作飞快。一般中小型的灯架，竹编过程仅约二十分钟。为了配合画面清楚拍摄的要求，老师傅刻意放慢了速度。这哦，基本上是手画完了。我一日制作差不多二十个。七月前到正月后的旺季以外，得先备上数以千计的存货，以免老师傅一个人来不及应付订单而手忙脚乱。往下压，向上堆，泉州灯笼的桂竹弹性好，库存时比较不占空间。老师傅的眼到手到，拨弄于鼓掌之间的竹条只得束手就范。数十个春秋去来，一双巧手偶尔也会挂彩。
岁月在额前编织的刻痕下，有着一双专注的眼神。落针可闻的静谧与寂寥里，稀疏的编竹声音，还有竹与人的对白。阿公老母在做，伊就叫我先头啊，先破皮啊，啊破皮啊破破嘞，我就落去学做。啊，后生我就无啥爱做，我就倒来做白。做别人，我是无想去做别人啊。去车衫，车衫，因讲无做，无做啊，无用哩啦，无做都无人通做啊。我是从十外岁我就做啊。随着景气不再，庙宇需求减少，加上批发拼装业者的竞争，灯笼的竹编已经成为鹿港罕见的手工业。一甲子的功力秘诀无他，耐心劳力熟能生巧后，自然眼明手快。沾点水，竹编交缠得更顺手。言而总之，泉州市的灯笼竹架一般有几个制作步骤：依照灯笼大小尺寸，截取不同长度的竹，劈竹为片，剖竹为条，然后用交叉编织的方式组合，并适时调整竹条的间隔与竹架的形状。灯架告一段落后，粘贴灯面是下一步。首先，我们先上一层棉纱布在这个竹编上面，然后我们要注意，在制作过程一定要保持这个纱布的清洁，然后跟它的整齐，然后我们这个纱布一定要把它用平，整个灯笼看起来就会觉得更工整。第二层，我们就是上一层我们所需要材料的各种布料。把赤条条的灯架穿上衣服，为了让灯面工整平顺，粘黏的树枝旁往往会有调节粘稠的清水，树枝均匀地涂在灯笼骨架的表面上，要做到表面不脏，看不到接缝，裱糊灯笼的工作才算合格。经验丰富的工艺师会在粘黏灯面的前后做表面的调整，比如说整个竹编它的结构不够流畅，有的会高一点，有的会低一点，只要你把手伸进去，然后把凹下去的地方然后跟它凸上来一点，然后把这个竹子的结构稍微压一下，但是不可以太用力，因为毕竟这个是细竹丝做成的。像这样经过挤压之后，整个灯笼感觉上又更顺畅了一点。泉州市灯笼的内部灯架与外面裱糊都是手工的制成，而福州市的灯笼里里外外则已经是组装完毕的批发现货。传统灯笼它有分福州灯跟泉州灯，这个是福州灯，因为它的收缩非常方便，所以一般又称为伞灯，就像一只雨伞一样。接着呢，我们的泉州灯它是由贵族编织成的，所以这个竹枝呢非常的强韧，可以自由的收缩，也算是最传统的一种灯笼。台湾目前最为普遍的形式有两种，福州式灯笼与泉州式灯笼。从外观的形状和颜色比较，两者大同小异，不过从内部的骨架结构来看，两者大不相同。虽然它们的主要材料都是韧性较佳的桂竹，
然而福州市为较粗的竹片，泉州市则为较细的竹条。此外，除了皆有宫庙悬挂的用途之外，福州市灯笼多用于喜庆活动，泉州市灯笼则也用于往生的仪式。由于采用竹片的模具以及合成布料的灯面，加上伸缩收纳的设计，使得福州市灯笼方便回收，较为耐用，因此广受欢迎。除了定制的店家和个人以外，许多庙宇宫殿也会大量批购。不过，强调手工制造与竹骨纸面，古意十足的泉州市灯笼仍然在传统灯笼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裱糊过后，放在通风凉快处，灯笼印干后，又有好戏登场了。彩绘是灯笼至关重要的表面功夫。那我们彩绘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这个水分。我们彩笔水分呢，要特别注意，因为我们灯笼是圆形的，而且中间又有这个竹架。如果说我们水分控制的不够好，水很容易就往下滑，因为毕竟是用水处理，而且这是纸啊，很容易就是潮湿之类的。不过你只要水分处理好之后，其实跟一般我们在纸上面作画也是没什么两样，技巧上都是差不多。那用一个这个纸巾啊，可以吸水，然后上笔之前就是纸巾吸一下，然后再画上去，这样子。灯面的图文主题不一，吉祥的讨喜，彩墨的赏心，文彩的秀气。素颜的泉州灯笼上了彩妆，艳抹轻描两相宜。紫藤是传统水墨或彩绘花鸟常见的题材，以渲染的技巧描绘出主题的轮廓、形体与光影。含苞的色浓，绽放的清淡，浓淡之间铺陈层次的美感。彩绘的这个景物哈，就是看我们要画什么东西，它就是用什么样的技巧跟方法来作画。那我现在做的是紫藤花鸟，比如说我们画花鸟就有花鸟的技巧，然后画龙就有龙的画法跟技巧，都是不一样的呈现。其实最主要也都是它的神韵啊，画花鸟最主要也是它的眼睛，然后画龙也是一样。画龙点睛，灯笼的彩绘与中国的水墨本来就是异曲同工，灯面上的图样可以写实，也能写意。我们如果画在彩绘灯笼上面哈，应该是取中间路线啊。你如果太过于写实，它点灯之后太过于僵硬，所以因各部分来加以表现，应该比较完美一点。我们彩绘灯笼啊，我们是用这个广告原料了。那我们灯笼彩绘之后，不用去担心说它放久了色彩会变得更难看，灯笼上的色彩都会越来越显得越自然。灯笼彩绘的图画首重自然美，匠心不匠气，这才难能可贵。景物图文虚实交错，时而分别互补，时而合体交融。随着灯面的材料不同，绘写的颜料也跟着变动，通常还是以实用与保久为优先考量。好，那我们
画在纸上面的，一般水彩颜料或是广告颜料，这两种颜料画在纸上可以做渲染的那个技巧啊。如果说布的，我们一般都是放在外面比较多啊，所以我们一般都是用那个水泥漆之类的，也可以用油漆啦。塑胶就是用比较油性的一些颜料，因为它毕竟是放在外面，要经过风吹雨打，这样子就是以商业来考量，它就是比较耐久啊，放得久一点啊，这样子。材质不一，买家不同。塑胶、布面、纸面，这是台湾传统灯笼最主要的三种灯面的材质。塑胶和布面灯笼的买家是以庙宇以及店家的用途为主，纸面的则是以个人的玩赏和收藏较多。就实用的坚固程度比较，想当然尔，塑胶最为耐久，就艺术的工艺难度看来，则是恰恰相反。云从龙，风从虎，风调雨顺，天上圣母。师傅笔下的这盏图文并茂的大灯笼，订货的是在地的鹿港天后宫。因为我们鹿港哈，就是宫庙很多了，所以从小接触的大部分都是宫庙方面的灯笼比较多，印象中也是宫庙中的灯笼。然后就是有一些艺术家哈，比如说灯笼，那就给他做更多元的呈现。比如说我们把彩绘画在灯笼上面，然后再点灯，那感觉上这个灯笼更加的立体，更加的有那个生命感，看起来这真的是活灵活现这样子。在装饰性与观赏用的灯笼兴起之前，庙宇定制的灯笼一直是市场需求的大宗。天后宫一直是鹿港的信仰中心，也是本地灯笼产业的动脉。气定神闲，灯笼高挂。灯笼由来实际上很古老了，中国大概从汉代开始就有灯笼，在魏晋南北朝那时候已经有记载。灯笼实际上是它代表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就是光明。那么民间大概有个习俗，就是小孩要入学的时候老师要帮他点个灯笼，那么这个叫做开灯。开灯的目的呢，就是希望这小孩从此这个前途光明。作为照明的基本功能以外，灯笼也作为前程光明的象征。在农历正月开学之际，由私塾老师来点亮学生的灯笼，祝福学子早日金榜题名。后来开灯仪式逐渐演变成为新年元宵节提灯的传统民俗。以灯面的颜色与提挂的方式大致来看，宅院门前悬挂的灯笼大多是红色，宫庙以黄色为主，个人手提的多半是白色。黄色代表地位崇高，以提升庙宇的气势，白色象征素雅，增添两分书卷气息。时至今日，以讨喜的红色最为多见。红光满面的小店里，各式各样的材料、颜色、图案与形状，五花八门，大不相同。望子添丁，福禄寿喜，祈福祝愿，舞文弄墨。随着景气低落，文创抬头，传统灯笼的产业悄悄地进行着板块的移动。过去以宗教需求为主的市场，如今文创的灯笼不遑多让。开张20多年的灯笼铺坐在百年鹿港老街里，在秉持传统的民俗工艺之余，
也将艺术化与客制化的创新元素注入。原本我先生也在台中也在做一些生意，然后因为大概那个时机不太 OK， 然后他就说啊，转回到他的故乡鹿港。他的朋友就啊，你的彩绘灯笼，你的本来的彩绘跟书法都写得那么好，那可以在灯笼这一块上去发挥看看。一开始在摸索灯笼的，他的比方说他有兴趣是在彩绘这一块，或者是做在商业用灯笼这一块，都要去摸索它的原料，好，它的透光性。还有它的就是密合度啊，就是揣摩了很久，就是用它的水彩国画的原理去投注在我们的彩绘灯笼上面，让它的纸灯笼更活泼更多元，然后结合传统，然后突破现代艺术。合成布料的密合度较好，相对坚固耐用，适合户外使用以及伸缩回收的庙宇悬挂或商业用途。纸面灯笼的透光性较高，适合室内的装饰与观赏。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东坡的行草念奴娇，才高八斗，文气逼人。举凡花鸟的姿态，神仙的故事，名家的诗词笔墨，一一跃然纸上。张灯高挂新年好，剪纸也是新年应景的民俗。剪纸艺术实际上平面艺术，在中国已经有好几千年的历史，有人说在汉代开始就已经有了，或者更古老。那么剪实际上是两种形式，一个是剪刀来剪，一个是用刻刀来刻，这两种方式，不管是你刻也好，剪也好，都是剪纸文化。那早期是非常盛行，要剪纸贴在窗上窗花啊。那现在只有结婚的时候，还有剪一些纸喜字啊，什么贴在这个你嫁妆上面啊。剪纸在中国传统的民俗工艺中算是历史悠久的，在唐代时期已经普遍于街坊市井。当时的诗人崔道融在诗句《春闺》中描述：“玉剪宜春字，春寒入剪刀。”如今在农历春节或是婚庆的场合中，窗户和门墙上，甚至室内的家具上，往往可以看到剪纸的装饰。因为在农业社会里，男耕女织，家家都有一把剪刀，所以老大娘啊，大家都说啊，剪纸了，大家都拿出剪刀来，说这样剪，这样剪，哎。人人都可以剪出喜字了，说女孩要出嫁了，又是春子了，过年了，还有这个儿童啦、小孩子啦，就都可以剪出来，非常好看。剪纸工艺师李焕章回忆，小时候在老家山东，农历年节家家户户都会剪纸，打从那个时候自己就爱上了这一门手工活儿。我第一次我剪的时候，结果剪错了，所以这个剪纸啊，一定要有熟能生巧，不停的练习，不停的去拿着剪刀来剪这个作品，才能够剪得好。这个新的一年过年，好，就祝福大家喜事连连。好，推溯台湾剪纸工艺的源头，长期研究台湾民俗的阮昌瑞教授认为，应该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这个剪纸，我们如果知道台湾有一个卑南文化，卑南文化
这个蕨有一个人兽蕨，那个人兽的样子，那个就是实际上它的技法是跟剪纸的技法一样，可以推到4000年前。那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我们也有3000多年前，在周代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用金箔或者银箔来剪成作为装饰品，这也是剪纸的那种技术。到汉代以后，这个纸的发明啊，那或者是用其他的皮，比方说这个树皮这些，或者是兽野兽的皮来雕刻，来剪出花样来。那么后来慢慢就变成纸，因为比较便宜，比较方便，所以用纸来剪。千百年来，剪刻的材料也从石、皮、金箔等材料演进到纸张。当代剪纸的技法最常见的莫过于衬底与套色两种。衬底法是用美术纸或是渐层纸作为衬底，把剪刻完成的作品贴附在上面，衬托出剪纸的色彩效果。套色法又叫做镶嵌法，是一种分色剪纸的做法，将主题和背景分别用不同的颜色，然后将这些不同颜色的部分重叠组合为最后的图案。那这一幅来讲，它就是选择了金色的菱子做这个构图。好，这个构图的意义叫做连身桂子。其实我们通常啊，小朋友就是最可爱的，好，就是说，哎，它代表有小孩出生就是有喜气。那接下来小朋友是抱了一个鱼，好，鱼其实在中国人来讲是非常重要，它代表有剩余。好，那您是不是看到在图案的左边，好，有莲花？其实莲花的意义啊，代表了年，好，它的谐音就是年。所以通常在剪纸的作品当中，它常常透过这个鱼啊，或是莲花来代表年年有余。好，因为以前物资比较缺乏，所以他会透过这一个意象来代表说，哎，每一年都会有剩余的东西。好，所以这个就是单纯的，就是我可以选择金色的菱子、红色菱子或黑色的菱子，衬托一个底色来把作品展现出来。好，接下来我要介绍的第二个作品是所谓的套色。好，这个套色的部分就是鸳鸯跟花的部分。好，它透过用黑色的菱子把作品剪出来，好，然后再选择花样的部分把作品展现出来。像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是非常精细的，鸳鸯的眼睛就是黄色的，所以它一个这么小的眼睛，把它单独套一个颜色。然后接下来针对它的腹部、它的翅膀，它都会有不同颜色的展现。好像这种特别亮的，就是所谓的公的鸳鸯。好，颜色比较暗一点的就是母的鸳鸯。好，接下来它有这一个月亮跟花朵，它的搭配也都是各个分明。好，三朵花的颜色各个不同，让这个整个作品上感觉上是非常亮丽跟富贵的。剪纸通常会先有一个底稿，以福字为例，一般先会用铅笔把图案描绘好，然后将底稿加以修饰。如果要添加个人的创意，让福字做出某种程度的变化，也许会考虑增添其他的文字图样进来，例如元宝、寿字或是喜字，变成一种福字的创意剪纸。吉阳祥或是寿字是阳科，元宝里面藏了一个阴科的喜字。我们就会先手写一个福字在纸上，然后接下来就在想说，哎，我可以把什么元素加进去？比如说我想要把有喜字加进去，我可能就会在图案上面写个喜字。我想要把元宝加进去，我就会模拟一个元宝的图去做一个构想。那这中间就会想说，哎，这个字是适合用阴科来表现这个图案，还是搭配阳科的部分来做展现？阴科、阳科说的是纸面凹凸的呈现。阴科大多用于细部的刻画精工，
阳科则多半是大面积的立体浮现。阴阳交错让剪纸的视觉感受更有丰富性。年届90高龄的李焕章，国小老师退而不休，就爱剪纸。仙女、龙凤、门神、西施，都在他的剪刀下似画如真。《清明上河图》是他个人巨幅的作品之一。清明上河图实际上是描述京城附近这个热闹的情况，那是2000多年前呢这个非常繁华的地方。原先是很长的一幅图，那么是人画的，那现在呢这个李焕章先生呢把它剪成8幅，变成一个很长的一个剪纸。但剪纸呢中间也是有一些问题，因为剪纸的技法不像那个画图，它一定是呈现这个立体或者呈现几何图形，所以在这个图里头我们会看到像这个树叶啊，像这个船，或者像里头还有其他的这个人物或者是马，看起来好像跟实际情形有些差异，但是这是技法问题，是没有办法这个完成这种这个像画画一样的这个那样的婉转啊。这个清明上河图是李焕章先生用刻的方式把它完成的啊。那么中间当然因为技法的问题没有办法像画画那样子，那比方说这里我们看到它的树叶它是呈几何图形，或者它的马好像驴子一样啊，那么像等等我们会看出它中间是有它的困难点。马耳有点像驴耳，树叶难以逼真，线条不够圆润是传统工法上的限制。苦思技法表现上的难题，李焕章改良传统剪纸用的垫板和纸张。各位同学，我们今天来介绍剪纸要需要用的工具啊。那么虽然说是剪纸哈，一般我们有用剪刀也有用刻刀，这两种都是剪纸的工具。我们在用刻刀的时候呢就要用垫板啊。那么一般我们用的垫板呢是在这个市面上都可以买得到的啊，这种软垫啊，可是呢它的硬度太高了，所以后来呢李焕章老师呢就研究之后呢就采用这种他自制的垫板。那它的优点是我的这个笔刀刻上去之后呢，这个刀片不容易断。主要的成分是蜡，加上少许的香灰，改良式的垫板更耐用，刀刻更省力。那棉纸是我们早期做的时候呢，都要用棉纸，它的纤维呢比较粗。那后来呢李焕章老师呢让我们用绫布纸来刻，那绫布纸的话呢它的正面呢是布，那它的背面呢是棉纸，因为它处理过之后呢它的棉纸纤维也没有那么的粗，可是绫布呢跟这个棉纸结合之后呢就非常好刻。那绫布另外一个优点是它有光泽性啊，它的你作品刻出来之后呢就感觉很华丽。那棉纸的话呢它没有光泽，所以呢就比较暗淡一点，所以呢我们后来就用这个绫布纸比棉纸贵，但是比较耐潮湿而不易破损。
后来与绫布纸同样具有光泽、纸面更薄而无图文的绢纸，也成为李焕章师生剪纸的新选项。倾尽六年多的时间，李焕章师生两人协力完成了这幅87神仙卷。那其实爸爸当时看到这一个87神仙卷，好，据说是吴道子画的一幅白描画，爸爸其实就非常的喜欢。那从剪纸的过程当中，其实爸爸一直很想要创作一幅他觉得他自己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所以在这个87神仙卷，其实在爸爸构思的部分就构思了快3年的时间。这中间其实去故宫好参访或是看展览，然后描作品，甚至买很多很多的画册来影印这一个87神仙卷的作品。然后因为以前没有所谓的电脑绘图嘛，所以爸爸都是影印画册，再放大缩小放大缩小把它拼接出来。那光这一幅作品，爸爸大概就花了3年的时间去做所谓的编稿。它是描述就是那个东华帝君跟南极天帝在大年初一的时候向元始天尊献寿，所以其实在这一幅作品当中，每一个他的衣服，神仙的衣服飘带都是非常柔美的。然后不管是帝君啊还是仙童仙女，他们的那个面貌都是非常慈祥和蔼。好，甚至每一位神仙，尤其是仙女的部分，他们头上插的那个凤钗啊或是头垫，其实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所以这个是爸爸和那个学生真的是花了非常大的心力，也是爸爸认为他是他毕生的代表作品。剪刻的过程必须胆大心细，然而一般人却不知道底稿的前置作业也要耗费相当的心力。尤其这幅以绢纸刻画的神仙卷，原创的素描画作真迹已经有点模糊，使得底稿难以尽善而有残缺。是没想到他的图稿很不清楚，所以我必须自己先去描绘连结，然后那个时间再加上自己坐下来之后还要看还要想，所以那个时间往往以为3个小时能够刻完一个人，结果呢？结果只刻完一个人头，好，所以一天的工作进度就变得很缓慢。然后因为又是距离很近的在做，那肩膀磕一磕也会不舒服，所以就早上2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那有时候假如说晚上还可以的话，就再磕个1个小时，大概最多最多。长达30多个月马拉松式的磕剪，考验的是体力、眼力和耐力。图面的视觉安排和阴刻的阳刻呈现也要绞尽脑汁。头饰，每一个人的头韵都不一样，你不能刻的让它有相同的嘛，你87个神仙，87个不同的样，所以头饰也下了一番功夫。然后再来就是神将穿的那个盔甲啦，还有胡子啊，那些都是很细微的，都是很困难。然后还有中间有一段是奏乐的，那些乐器要表达的那些阴阳科穿插的也是算是高难度的。那这些都是一面刻一面想，而不是原来设计说我会照原稿这样子做下去，所以才会花那么多时间。然后最后就是栏杆的部分，那栏杆的话呢，它全部都是镂空的，镂空的它不能够把这整幅画撑起来，所以我就决定全部用阴刻。那阴刻的话，这个黑黑的就很难看，全部这样一条黑的很难看，所以我又在栏杆里头加花，所以像这个梅花，阴阳相济的刻工营造立体的美感。刻纸如画，画中仙人各有妙态，穿戴不一，神情灵动。刀法似笔法，手执笔刀，强时力透纸背，柔时行云流水。其中眼睛是最为传神的部位，曾一选择仙男后裔，
每每由此落刀。我拿到底稿，我就是先整个看一遍，然后就开始决定哪边要怎么做，就用铅笔先去修图嘛，先从脸部开始修，因为一个画里头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脸。我在刻的开始，每一个人我都是从眼睛开始刻，我那个眼睛要刻好，我觉得这幅就会有很有那个神气啦，很有那个味道。然后刻的中间的话，我才会去修那个衣服或其他的头饰或什么的。从底稿、修稿、刻纸到修图，从头到尾整整3年。其实当时我也没想到我会完成，我也是一面刻就一面觉得很困难，然后可是又不愿意放弃，已经那么久了，所以不断的就这样做出来了。那后来老师就说，这幅作品其实真的是台湾最大的一幅剪纸作品。那后来我在大陆也没有看到了，他们拿的作品也都没有，他们只有24个人的，创作的初衷是为了回报师恩，让亦师亦友的老师李焕章得偿夙愿。一段的，把它做出来，对不对？做出来，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你看，他鲜鱼方面偷带凤钗，这个。他的衣着、自己的手臂，来完成这个《八旗神仙传》，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创作。夫复何求啊！总是叮咛学无止境，唯情补拙。一生爱纸，不忘疾呼剪纸工艺不要失传。这个剪纸的技法已经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的遗产，但是也渐渐的没落。那么在技法上面，大陆已经没有像李焕章先生那样这个执着，或者那样做各种雕饰出来啊，这个已经大陆没有办法比。所以我认为李焕章先生实际上不只是台湾的文化记忆的保存人，而且是全世界人类啊对于这个剪纸艺术重要的保存人物。金鸡报喜，年年有余。当剪纸邂逅了彩绘，土土的墙面顿时有了生气。湖北科技大学的一群师生用红漆取代彩绘，将巨大的剪纸图样又大又红地抹在墙面上。现在的小孩子，他们对于剪纸已经不再那么熟悉了。那我希望他们可以透过这个村子，不再只是在 LINE 上面看到这些图案，或者是只是可能在网络上看到这些东西，而是透过一些实质的意义去接触，让自己在这个环境里面，他可以得到这一整个就是氛围带给他的一个这样子一个感受。就是这个部分。那这个的话，我们要做一些细节的东西，就是像这个线条，我们在画中让它锐利。像这个眼睛的这个地方啊，它因为它很细，所以我们要更注意它那个到时候的比例。这个头发它又更细了，到时候我们画的时候，我们不能真的依据它这个上面去画，而是我们刚刚画粗一点的那个三角形，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到时候在画的时候才会就是比较明确，然后才不会感觉就是整个就是。所以我透过幻灯机的投影让他们来描绘这些可能很复杂的这些线条，然后再透过白天的时候带领很多的学生，他们来一次把这些整个村子全部都彩绘过。前前后后的过程，我们大概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在忠实地呈现鱼鳞鱼鳍细节的同时，也希望同学们可以实地体会，并且寓教于乐地实践剪纸的民俗文化。当地村民的反应从分歧到一致，逐渐凝聚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社区意识。我希望就是在未来，北西里它可以不只是剪纸艺术村，它也可以是一个走向立体性的发展，可能是一个剪纸立体的艺术，让人们可以实际穿梭在一个的剪纸的立体的雕塑里面。这样子的文化它是很迷人的，那它是非常具有意义的。那在未来，它其实它可以有更多的发展，可能它可以走向国际，运用各种的方式。那剪纸艺术村北西里它其实只是一个开始，那我希望在未来它也可以有更好的发展。剪纸是个小世界，可以剪出小花样，也可以刻出人间仙境。灯笼像个小太阳，让文图气韵生动，烛照光明也辐射温暖。老一辈的有时会想找回过去，新一代的常常是要别出心裁。祈福祝愿的，节庆应景的，玩赏收藏的，客制化、艺术化、多样化，自求多福而另辟蹊径，分别走向艺术与创新的出口。剪纸与灯笼变得更是多彩多姿，叫人目不暇接。